杰伦和昆凌婚后育有三个小孩，婚姻生活非常幸福。常常会在社群放闪的周杰伦，26日早上在 IG 现实动态透露，夫妻俩一起去喝咖啡。有趣的是，他先是晒出一张自己咖啡上有爱心拉花的照片，发文表示本来想跟老婆炫耀一下，一早喝咖啡就有爱心。不过接着他分享一张老婆咖啡和自己咖啡的对比照，才惊觉老婆咖啡的拉花比较完整。对此他幽默笑愧：“我发现我的拉花会不会不是爱心，只是没拉完而已。”后来昆凌都去回应：“我的拉花小哥比较用心。”还有周杰伦和昆凌也晒出一起去打高尔夫球的照片，特别是照片中还惊见高尔夫球大咖球后曾雅妮以及男星王子。周杰伦幽默配上文字：“大家都是年轻人，一群大咖明星。”罕见同框画面曝光后，立刻在网上掀起热议。Bye.